为什么是七分钟？那个是什么？威力，好，我们现在继续进行市政总质询。接着由林美苑议员做市政总质询，时间50分钟，林议员请。啊，感谢主席哈，今天啊，阿兰在这一个主管，大家辛苦啊，阿个当齐齐平，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哈。财税局局长，你知道现在在网络上面有个票选年度的一个代表制，每一年都有，每一年都有，你在这个活动吗？票选年度的代表制，一年，你知道这个活动吗？你啦，苦啊，苦哈、哦哎，好 ，OK。那你为什么认为？哎，局长，还没讲完呢，你就坐下了。以你个人的观点，为什么在今年的2016年票选制是苦？去年是换嘛？2015年是换，为什么在今年一起苦制呢？来，你一个人来讲，什么是苦制？啊？苦原因是吧？对呀、啊，为什么他是用？主要是整个经济大环境不好。经济大环境，哎，是 OK。分析认为啦，在2016年一开始，我们面临的是2006的大地震，过来是紧接着两个大风灾，包括现在年底快到了，很多的法令在修改过程中，大家纷纷扰扰，造成人心不安。我想这个都是非常大一个理由啦，哈。来，局长请假，你请坐下。那我们最近在讲的劳休，就是我们针对劳工的一例一休啦，在我们的劳方抗争、资方不满的情况之下，哦，而且我们林前行政院长说的，纷纷扰扰过程中，我们修法通过了。执政党说他绝对是为了劳工好。行政院长也说了，针对劳休这个部分，特休一定是看得到、吃得到，快就加一点。但是呢，分析了哈，本席比较关心的是说，我们如何要照顾好劳工？我们如何达到劳资双赢？这才是重点嘛！我觉得是这个是重点呐、啊。来，我们劳工局局长、行政院长也说过了，他要加强落实劳检，就是劳动检查。很多是六都来的，只有我们台南市没有劳动安全检查处，所以我们面对这个政策。你的劳检能力够吗？我甲议员这报告，因为市长很重视我们劳工权益的这样的一个保障，所以市长已经搞完核准，我们即使要成立劳动检查的专责单位。专责单位，所以提调一点已对这个政策，他有做一个措施的应变，对不对？对，是不是？对。那你可以在这边保证吗？在整个劳检的能力过程中，你要加强训练，你不能因为他们的执法不当造成扰民，你可以保证吗？这个应该我们劳动检查的这些，我们都有在电子在做这样的一个训练啊。当然，底下议员他都说过诶，要劳资双方和谐，所以我嘛赶快12月7日劳动修法通过之后，我们在9月号已经在办理立休的论坛。万一12月2日赶快又办两个场次。这个问题来，局长，这个就是本席要要求你的。对，因为有很多的资方、劳方对这一立休不了解，你一定要落实到基层，多办一些说明会，对，可以吗？这个没问题。要多办几场说明会，因为我们邀请本席要来参加，可以吗？欸、可以，我们12月20日有两个场次。那在这边刮人家胡子之前，你要先刮好自己的胡子，你可以。保证那我们的机关单位，我们市府机关单位绝对要以身作则，不会违反劳基法。有法度无？因为这个部分，我们市长昨天也交代，我们要召集我们市里面的相关局处，也要做说明会。在上一次我们本席开就咨询的时候，也针对企业工会要求你来做的关心，你也非常认同企业。
认同企业工会嘛，对不？所以你有跟本席说你要进行辅导，但其实辅导过程中这段时间你辅导了几个？啊？因为这个部分企业工会的部分，希望劳动部也有给我们 KPI。 有没有几个啦？你说几个啦？有，我们今年有辅导成立两个工会。两个工会。对， 对。那我们现在的机关企业工会有几个？很主席，让大家。我们当然辖区里面有三个，那我们市政府的单位有一个单位。所以针对我们的机关单位企业工会。这么多的局处只有一个成立企业工会，对不？信不信？你是不是要多增加一点，多辅导一点？你既然去辅导别人，你先辅导自己嘛。当然，我们就会去辅导，但是因为筹组企业工会的部分是，你不要找理由，你的职责你就要去做。哦、当然，我的职责当然要去辅导，跟有希望成立的公文都会去辅导协助的部分。所以你要多鼓励我们去，我们自己的人多成立一个企业单位。然后还有啦。我们如果现在的这个企业就是交通局嘛，对不对？对，交通局它有成立企业工会，这个企业工会依照工会法来成立的嘛，所以它是一个合法的工会。如果这个合法的工会，它是不是要依照工会法来开召开那个我们的会员大会，对不？哎，对。那开会员大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多鼓励会员来参加？干啥呢？哎，对，对不对？那鼓励会员参加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给他公假？因为没有这个工会法第三十条规定，如果是开大会的价别是劳资双方协定。好、嗯哦，那工会就是未必要给他公假，是不是？不一定要给公假，因为、okay。 那如果我今天我是会员，我依法来用我特休假来执行，我请假去开会，这样可不可以？当然，他如果真透过相关请假规定请假核准之后，他参加工会当然就是合法的。好 ，OK。那在那个就是这一次我们交通局他的企业工会召开了一个就是会员大会，他也依照集会法，也依照去申请场地也是合法的，那去开召开会员也是依照自己的特休，然后去开会，结果隔天报纸竟然报说停车收会员罢工，停车收会员罢工，还有啦。他还讲说，体管处还表示哦，收会员同时休假，必执意在马路上开会，影响中要自行负责，要自行负责。我想身为一个资方，我想交通局也是等于资方嘛，你不去关心你的员工，他已经就按照合法的去做一个申请，他也做合法的开会，为什么是等于罢工？你不是针对那150个收会员来做个污名化吗？同时你是不是挑战我们企业工会？企业工会它是合法的呢，所以交通局像这样的报道是不是你主导的啊？是不是你主导的这个罢工？报告议员，这个罢工不是我们讲的，不是你们讲的，我们从来没有对外说。 OK， 来局长，他们是依法开会。好啦，会员大会，不是你主导的，我们没有说他罢工，不是你主导的。但是隔天对我们自己的停车会的收会员，媒体这么报说我们罢工了，这样子对工会、对会员来讲，对我们自己的收会员来讲，是一大的侮辱。所以你身为一个资方，你应该有职责站出来讲话。所以本席认为，你这样的默默无闻。无代志，无领导代志。你身为一个企业，你能够去带动你的部署吗？你应该站出来跟他们澄清啊！你应该讲个话啦、啊！所以我认为你欠缺企业工会，你欠缺停车会、停车收费员的一个公道。你身为一个长官，没有尽职，你如何来处理？我跟议员报告。你如何来处理啦？不用报告啦。这个罢工不是我们讲的。对啦，我说就算你不是你讲的啦。你也要替他们正解释啊！你都没要无语，你都没出在把人安那给你玩弄。对，我们也发了新闻稿说明了，跟议员报告。我觉得你没有扮演好你的角色。你是一个企业的主管，你是一个企业的单位，你既然没有用心照顾你的员工，你好，我靠外人这样对他们的污名化，你还有意见，你还有说辞。你曾经上过他们工会的那个呢大会吗？你有去参加过吗？
有没有？从来没有。这次我没参加。你这次有参加过吗？我这一次我没有参加。之前有没有参加？之前我们是。之前有没有？因为现在工会是停车管理处在管理。我问你有没有参加？在跟他们协调。我问你有没有参加了？我没有参加过他的大会。对啊，你从来没有参加过，所以你根本本心认为你没有用心照顾他。来，我们请一个马路小天使进来。马路小天使来进来。你看一下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局长马市长，你替我们讲个话。你曾经说过一句话：“马路小天使替你收费，收费在路边行来行过去，行来过去。”你看他身上戴的帽子，你看他身上戴的帽子，破了又破，破了又破，帽子破了又破，衣服这么的破，你看。在整个的访官哦，我们为什么要做访官？是因为他夜间的时候，他的夜间的访官度要照顾到他们，保护到他们。市长，你有讲过啊？马路小天使穿这个衫，穿这个衫是不是会款的？对人家，对我们的市，我们台南市的观感如何？还有呢，因为他的访官不明显，他的访官不明显。是不是社会人员的安全、生命受到来威胁？市长，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对，两个问题啦，感谢林议员哈。用现在的媒体在下标都语不惊人死不休了。对啦，我也认为很。那教育点了帮我下标的程度，你今天应该下标为抓狂了。对啦，我怎样啦？市长啊，但是我今仔日。要跟局长讲的，就是讲，你要出来替他们讲嘛。对了，但是这个有没有罢工哦？这个还是要工会他们自己讲。因为这个劳工局说他们是合法的。对了，但是他有没有罢工，要员工自己出来讲。没有，这个局这个局长没有办法讲。局长他是罢工，是针对企业在罢工，又不是针对劳工对劳工罢工。局长没有办法替他们讲，要他们自己讲。他要出来这边来澄清。你们讲，不啦？他自己，你要站在跟我们一起，你不能站在你们家讲话。我站在跟你们一起，但是我是讲公道话。你刚刚讲这个很有道理，就是说那个衣服，对，衣服如果破了，啊，反光没有了，因为那反光会影响他生命的安全。这个我们一定要更新，是，这个我们一定要配合的，好不好？好，市长 ，OK， 好，感谢我们马路小天使，好，谢谢，贵宾呢，你是小天使，来交一起机场。再见啊，请问请坐，来局长，来，议员好。手上有整个公共建设的项目，它包括道路、污水工程、水沟、医疗设施、运动设施、公园绿地设施，你认为它是不是公共建设项目之一？应该是啊，都是。那在整个的项目里面，你认为你每天一出门都会碰到什么？哪个项目？应该是路啊，道路嘛，对不对？那你认为？你每天所接触到的最多的公共设施是哪一个部分？是什么设施？应该是道路。也是道路嘛。好，来，我们看几个照片来。局长，公务局局长、市长，你也看一下啦齁。你看我们现在所展现出来的道路，每一个这样破破烂烂的，都是破破烂烂的。里面。有大概有公共的管线到40多条，打你打你挖我挖，民众已经非常的就是不平的啦，非常的气怒啦，因为路无山里平啦，所以整个道路是这样下来。下一个来，我们继续看来，哎，这个也都是一样，道路包括人孔盖都是这个情形。这边情形哦，这条路不是中横，也不是偏远地带。就是在市中，我想你每天都要经过永华路上，永华路啦，你跟我每天都要走。你看这个路的情形，来，再下一个，再下一张。你看整条路，这条路，那是前天我才去拍的哦，前天才拍的哦。你看这条路像什么？歪七，路平不平，直不直？你看中间的标线就知道了。标线一标的时候，伊绝对唔像那位一起为滴嘞。各个很注意，咱看这个标线已经严重扭曲了，严重扭曲了。民众在网络上面，在FB
给了我一个私信啊，他说：“议员，马路问题能反映吗？有坑洞没注意都会碰撞到，万一不小心就会出车祸。我想，这就是在新河路新路上面。”上次有修补，其实这个问题我上次已经讲过了，你们是有去修补，但是没有多久，现在又出现坑洞了。还有啦，上班骑车多怕会拿坑洞啦，哈，所以不小心怕会有车祸。这种的道路，你提供来台南的市民，怎么的无感呢、啊？这个所在市长，我想你跟定咧行。还有啦，市长。你常常自豪，我想你从你就任的时候，我的印象最清澈。你就任的那一年，大家都非常拍拍手期待。为什么？因为你讲的，你有做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就是政策，就是路平专案。我们下次来路平专案的那个，你看，2016年的经费，我们在路平专案里面，我们有看到六都里面我们的。预算是最少的3.8亿，急救马金急救的一根就捂住了啦，公牌天爱啦，都非常捂住了啦。结果啦，执行力完成了百分比，既然也是六都的末端，市长、公务局局长、市民，我来做说明。他路平不平吗？你们搞说明啊？这条来，局长，这张报纸是《中国时报》报的。今天在媒体公然跟我们说呢，公然讲了哦，难道媒体是作假吗？你都不用去解释，实际上市长真的那条路卖你有否定吗？你真的话我们看到扭曲的道路，你是不是觉得我们造假？它是不是存在的？那当然存在了、哦、对啊，你我跟你说明一下、哦、就是说因为我们道路不变，这是多年来诶，这个问题，那我们这几年来感谢林议员跟议会的支持，我们大概路平已经做了超过200多公里了。那过去呢，这几年来营建署的评鉴，台南市的路平都名列前茅啊。但是我带你不是第一名就第二名，起掉你改你，你看我带你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哈是这样子，现在已经没有挖了，再挖了。我们路平之后一定严格管控3年不挖。但是现况、哦，局长，那你刚刚讲的，你刚刚讲的那两个路段哈、嗯哦，是永华路吗？永华路 啊，永华路，永华路那个已经有编预算，乱讲，已经很乱了。我他已经有编预算了。新河路嘛是赶快那样、啊。林议员。因为、哦、永华路这一段是因为在等自来水的那个管线，那现在他买好了，我们现在就要来做了。我们等很久了，局长，好不好？因为在等自来水公司啦。我跟你讲，这几、啊、新河路那一部分呢，我会请公务局尽速来解决。我管局长，刚刚那几个只是挑你常天天走的路。你要知道嘛，好好因为报纸有当时啊角度的问题啦。好，有当时啊报道不一定，不一定对我们台南市公平。有你的承诺，我们希望路平真的平。不管你就是你每天走的路，还有我们湾里路也是一样，社区的路也是一样这个样子。所以起掉落实你的路平专案，因为你东西就能是路平专案修的，大概很多的掌声，希望能够落实一点，好不好？来，我们看下一个这个画面，公务局局长来，以你的专业，你这条相片在施工的公安里面，公安哦。好、哦，公安，你的维护，我们是不是要做维理、安全维理，对不对？施工要做安全维理嘛？你觉得他这个的施工安全和维理，及不及格？你搞我讲，及不及格？是不理想，不过看起来他好像是普遍是安全设施啊！你是咧讲啥咧？干路，伊是咧施干东路是袂白的呐？那因为他是在施工。所以他必须要做安全围篱，你的安全围篱做得不好嘛？一干他两三个三角锥放在那边，三角锥放在那边。这个案子施工的时候，五月份有个单亲妈妈，为了要抚养三个小孩，她身兼两个工作，早上4点多哦，四点外就出门啊，早上4点多出门。因为安全围篱没有做好，结果跌倒了。最严重的，市长手断呢。从五月份
到他来跟本席讲，事实上这个案子在上个礼拜已经完成了，结果他五月发生的时候，到十一月份他 有到永康去调解，结果出席的只有包商，起见委员没有，起见物是业者，起见委员没去，结果任由包商还跟那个单亲妈妈说，你为什么那么早就出门了，我为什么那么早出门了，我冒着小妹跟你赶快来提出你困啦，但是没有办法，生活的无奈，既然包商要赔六万块而已，赔六万块啊，我们市政府业者在哪里，如果照这样子的话，劳工局就要出来了，劳动安全检查就要出面了，所以去上个礼拜本席就是帮他们协调，我们公务局股长有出来，已经圆满达到共识了。由这个个案里面，我想起调高局长，我本席一定要给你一个建议。我们有一个委外监工单位，但是我们市政府本身有个督导人员，对不对？是不是局长？是，对不对？督导人员是对的，督导人员是对了。第一件案例，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你的安全为例，第一时间随时都要去看。你本来就应该做好安全为例了，你为什么没有让他做好？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应该赶快回报，赶快配合我们的民众去跟厂商来做一个协商。我们的公务局在第二次就是调解的时候，局长跟我讲说：“以往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搞过你真正爱大家都拿抓出来打屁股。”为什么你的督导人员在哪里？你有没有去落实你的督导机能？所以这边局长有这个个案，本席要求你落实督导的机能，一定要落实。还有呢，我们要成立一套，如果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如果处理的流程机制，安内你有发多不？我想监造人员是最重要的，我们会督导这个监造人员。你有啊？你有发多不啦？啊，不会讲啊，民众啦，开始讲啊，有胆下啦。有人是说不好听的啦，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之下，他们没法度求治，所以本席要求你这么做是合理的，可以吗？可不可以？我们会加强督导。好，来，我们下市长八六打通以后，我想带动完力也一番的发展，你要看，你看八六边的两侧高楼站盖起来了，很多住户增加了，事实上在一开始八六通车的时候，我们就要再讲了，隔音墙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跟那个我们的那时候前陈立委哈陈淑慧到现场去会勘了。那时候我们那个公路总局跟我们公务局有去，局长先坐下哈。公路总局那时候就讲说，他要增设我们的隔音墙，合计1127公尺，总费3371万元。估计在去年，这是去年的，这在去年的的报纸，去年10月13报纸报的，去年他就要来施工，一定在年底，就是今年11月来完工。那时候本席我说的啦，我说的，目前无法马上施工，地方人士可以忍耐一段时间，但是要等到明年实在太久了，唯恐计划生变。你看很重要，你叫我民众都在那说，十月份的时阵，我发现讲，安那那么叮当啊！我发现讲安那那么叮当啊！所以我们就局长、市长，你等一下哈，我们就要求公务局来做追踪，来做追踪哦。哥哥呢，公务局才去做追踪。料他再给我行一个文，他再给我一个新格文，他再给我一个，他说，户贵籍2015年11月11号，南市供养一至第几号？他说：“针对这隔音墙，他已经委托服务工作，预算是100万，然后这个工程3900万，预定在2016年以公路养护计划里面来做一个调整支付。”提到今天本席把这个案子提出来，是要跟市长讲，我们虽然他这个是公务总局重要的一个预算，但是我们生活地方上的，我们必须要去追踪，不是有人说有议会有一个民代或者民众提出来的你可以追踪，我们之前已经有讲了，公务局你就必须要禁止去追踪嘛，干什么呢？市长你觉得干什么呢？对不对？
所以你这样子，今天拉力过去，我们忍耐，但是已经把这条文正式给我们了。局长，你一定要寄给我追踪。本席要求你列管，明年一定要要求公务总局一定要去落实，不要成为诈骗集团呐。公务不是欧北欧北一块团的哈，我哪里让一块团呢？人家如果不去执行，如何对公部门有个信赖？所以我们的职责就去追踪，你是不是爱他跟来者？连追踪都没有办法做的，这个公务人员怎么去做一个执法？啊，你对人家对我们公务人员怎么去信赖？会，我们这个会处理，最主要是公务局，他今年度他没有这个经费能够出来了，了所以用到106年度也是这样。因为没有追踪，他一直办法挖了，好不好？好不 好？那当然了哈。除了中央的一个预算里面，事实上我们湾里的环境海岸的船屋，吼、哦，这大家已经讲过久啊啦，大家嘛都期待，每一年都听到非常好、非常大的雷声，但是从来无看到落雨，嘛无看到从来冇看到桃花潭过啦。今年起就开始讲要来针对我们的船屋做一个证明，会当可以合法的使用。哦，你看在一场电网欢迎呢，都很期待，都很期待。今年哦，今年哦，这个今年，今天12月中啊，今年快过了，还剩半个月。但是那个船屋的使用执照还是没有下来。我想这点对咱那块的湾里人，对湾在地，我们都很痛心呢。我们一再的，你莫去欺骗湾的感情，莫去欺骗湾啦，是不是起掉？我们的船屋你肯下来关心，你一再再的来关心，你要有成绩出来嘛，好不好？局长，多谢林议员吼，迄船屋的代志确实是对湾里的乡亲较抱歉啦。嘿，因为进前有一间公司，台南在地公司，要来 ROT 嘛，伊要来经营嘛，结果唔知影讲谈两年外了后吼，伊都突然间停止啊。啊，所以变吼，和市政府浪费两年外的时间。啊，即摆经这个观光局已经啊规划设计，大概明年就可以拿到使用执照。好，明年哦，市长你公开说的哈。来，局长你坐下，我也不想听你讲了，我只听我们局市长的啦，局长。其实啦哈，以前我就本身有讲过，台南市不是就是安平，安平不代表是台南市，我们希望创造更多的安平。啊，咱台南市开始发展嘛，对不？市长，然后我们做一个比较，安平跟万里的比较，安平的美食有，我们万里也有啊。另外，万里会虾米啊，还有啊，我们特色安平有咸菜，唔过我湾里有啥？有别物啊，交通完啊，安平啦、啊，那迄个一关的休困日的时阵就一定塞车，交通的部分，我绝对比安平佫较好。我们有86，有滨海，有这等等这些道路，我们交通是最棒的。我们交通是最棒的。还有呢，我们也看到，我们条件跟安平也差了一点点，甚至有比它更好的。那在市府的推动里面呢、啊，我们有看到起调啊，起户的公部门都把心放在安平啦、啊。你嘛关心阮湾里一个，关心阮南区一个，所以有这个表格，我们有看到，我们湾里就像一个带，就是雕刻带，就是琢磨的，我们像一块宝石。因为登记希望建物来给他们辅导，但是我们一直等到现在，我们真的坦白讲，有点心灰意冷。但是无法度啊，因为我们住是在这，我哩等爱花旗啊，所以呢。我们地方自己来发起39间的商店，有一个万里微笑3000，我想这大家拢已经知影，所以我们如何来让万里三千、微笑三千能够更加的让它亮起来，带动第三万商发展？第一是，为了万里微笑三千的崛起，我们要感谢我们中央经济部工研院，大家到收听，这条钱是因工研院给他们，熟悉。汪万里一台3000，大家拢无信心。但、就是有工研院他们实质的预算、实质的鼓励，唔靠好咱的万里的3000、微笑3000，很主席都已经一点点面目了。而且很多人说，迄日我们有票选去玩的时候，还有一个是抽奖。我抽的时阵，迄日我去啊抽的时阵，既然伫一个伫新区，啊一个伫就是外县市的。
我跟他说你喜欢我们湾里吗？他跟我说我喜欢啊，你会不会再来吗？他说会。你要来带你的好朋友来吗？他说可以，他说他也愿意。如果湾里有更多的资源下来，我相信他应该是第二个安平啊。所以在这里我希望市长多重视一下三千，不止这三千，包括盐城，包括很主席我的大啦，因为的国际机场那个所在可以把它带动起来。我想请问金花局，金花局，金花局长，本席跟你讲这些，你有放在心上了吗？有，有哈。湾里的，还有我们亮环嘞，湾里的沿海，沿海线真的很漂亮啊。长光光的慢跑，那沿海线最漂亮。因为那个湾里三千哦，刚成立，那我们明年会开始来跟他辅导。辅导，预算多给他一点，好不好？那个公所也可以跟三千结合来提我们的相关的。还有我们现在要求的 T bug。T bike 哎哎给他哦 ，T bike 好不好？那个点要多增加一点，因为这些人开去呀。那个管理局后就交通局来。哎，交通局知道吗？交通局局长，你睡着了啊？你有听到我了？你困起了吗？议员在讲。我们说的很累嘞。议员在讲的是 T bike 吗？好，好不好？我们会考虑啊。好 ，OK， 那来，我想我们是台南市用文化古都来立市的。哦，文化古都说我们文化资产比别的县市多啦，对不对？来，市长，来，我给你看一个所在哈，这个所在你捌看过无？这个所在你捌看过无？你捌看过？火车头啦，跳桥迄个火车头啊，你看过？如果你看过，你绝对不是因为到县城，是因为你伫艺术厅听过本席讲过哪届？我至少讲过十次以上，好不容易争取到去年。我们纳为我们台南市的文物，去年纳回去，然后我们也编了预算做一个就维护。来，我们那个我们影片播放一下现场的影片，我们用动态的影片来看，这是很主席哦的现况哦，很主席的盛况，这才两三天前去拍的啊，局长。跟议员报告哈，你先不要讲，我们在看影片，好，起电话。就是体育场的这个火车头的车盖嘛，哈。对。那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调查研究跟修复。局长，我还没叫你回答啦。对。不要影响我们看影片的情绪。你看，你也看嘞，我好不容易拍了这么好的影片，你竟然影响我的看影片的情绪。所以这个进度一直是有在执行的。局长，我跟你讲啊，哈，今天我们是文化历史的，如果你跟我讲了很多理由。现况是这个样子的话，本席绝对不能接受。你不能因为你们流布化影响着台南市市民，甚至外地的人对我们的观感。本来那个地方哦，把那个地方拍婚纱也好，大家很多人都去那边，因为今天这个现况，婚纱没有再去了。所以体育处也 有体育处也有在维护它。维护变成这个样子吗？啊，这个是因为在风灾之后。风灾是九月份了，你没在。我跟你讲，公部门不能这样用理由来原谅自己，你知不？失败的人都说理由了。如果今天成功者，他会检讨。那我们整个修缮目前已经在花苞，哦，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这个部分会今年的预算要重划，各位，你们的流布化是本身今天你们讲的重点啦。那因为它是已经是市定古物了。所以他会多了几道的程序，局长，哎，动作要快。这样的市容观感是真的不好啦。我们会加速了。你认为市容观感这样好吗？你认为这样好吗？你认为如果让咱这个铺上完，那个红笑死啊！一个文化古都去维护文化是这样子的保存吗？你是不要那面对咱台南市市民呐，啊？还有呢，除了这个文物的保存，你们这个不用心。台糖的老火车头代表什么？代表什么？局长，但它是糖业文化的一部分。糖业文化，哦，你说对了。我们每一年通盘，也糖业文化就是我们在讲通盘前文化。我只知道我台南，我的大南地区都爱去寻根活动。上上个礼拜才刚办完寻根的践行，那是每一单哦，一千多个人参加。但是这台经费筹备都是我靠我家己地方，然后去努力，包括议会的支持、议长的支持，这个靠五省会当去配合去办些活动。你敢要用心过这个对我们堂的文化的一个尊重？你敢要用心去办这个活动？
局长，我现在本席要求你，你明年会去做修缮吗？明年应该这个时候不是这个样子，会完成。所以我们希望你在完成的时候，我要求你办一个活动，就针对糖的文化、通麦文化，我们会针对包括糖业的火车的部分一并的做介绍了。针对这个老火车头，我们大林地区办一个比较象征性的文化，就是活动，可以吗？会，原本就有的，哎，是。原本就有，就规划了啦，就明年会整体啦。包括他的导览解说。我讲局长，你不要每次都是这个样子啦。你好，我也干嘛讲哦？你是一个非常有素质的、有内容的局长，但是你所做的一切哦，有些事实我都会觉得蛮痛心的，好不好？然后加快一点，哈，好不好？来，我们社会局局长，社会局长来，请出来，来，由局长请来，局长来，我们长照哈，长照。2.0 是不是要上路了？是不是？是不是？第二，我要讲话紧诶，对不对？对不对？是是哈。是。然后你本席打个比喻啦哈，你针对我们新兴国宅那些老旧的国宅没有电梯的，你让那些人有没有感受到我们 2.0 对他的照顾？我们有没有照顾？当然都。会有说明会跟他们说明，然后他们实质的感受啦。说明会，我们不是要个什么，我们不是要对平面的时候，我们感受跟照顾是用心去感受的，不是利用话去讲的啦，是不是？是。来，我们现场这台是什么？跟我们市长报告一下。啊，这一台是我们辅具中心的爬梯机。爬梯机，它的目的何在？它是为了身障朋友还有长辈。他们上下楼梯，那他们的这个公寓里面没有电梯，那他们就可以用租借。所以你爬梯机的租借，它的目的是因为上下楼梯，本是身心障碍还有长者，居住在无电梯的住宅里面，我们就是借用这个辅具让他上下了，是对不对哈？是，这是一个美意。对，这嘛是需要啦，因为长照二点零卡吧，你是咩那些？如果你点名叠卡，我根本我都收不了。好，那我这边有个里面就是租借的一个方式了哈。那民众他可以跟我们这边就是资源中心来提出来租，对，是。最长我跟你说一下，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以后，你的这礼拜你也在上下，然后回来你都要。对，所以因为是要，因为我们这一次只编四台嘛，哈，编了四台，所以我们只有一个礼拜哦。备台，明年开始有备台。OK， 备台嘛不搞，你话讲这么多，你会当做一礼拜，你这礼拜啊，你就是会当去，会当落来，那回来一礼拜拍摄，你搁家己带店面，还是你落去看，你都免等伊啊，哈。还有啦。我们租借的时候，民众租借的时候，我们辅具中心要先去现场评估，现场环境，你也塞不塞，他就讲。第二呢，你还要民众，他是讲我要叫我们家的人要去先去学习怎么去做一个操作，对操作，你对，这个是为了要那个爬梯梯落实，是但是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金价五麻烦了，由这个案子由里面。提供说要有爬梯机这个部分，我们看出这个案子啊，本席参展包括我们就是我们一个那个推动委员会，好，我们推动对老人会市长主持的，其中底很点我毛公哦，我们针对一些老旧的公寓没有电梯的，我们要赶快去落实。赶快协助他们做个电梯。你有公梯公地啦，你无法都可以行动自如。会当去，会当来时阵，你说你的长照能够做得非常落实吗？本席都会觉得很怀疑啦。所以我们一起长期管的，我们要有无障碍空间是平面的，但是我发现在垂直的，就是无障碍里面欠缺的非常的严重。欠缺的非常严重，但是呢，我今仔是住伫老旧公寓，我无法度我去买着啦，要安怎？所以，其中专业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结合公部门所有的局处，我们要协助他如何在老旧电梯里面，会当来装电梯了，要去评估。台北的已经有做完成的案子啊，已经有了，所以其中我想你的德政如果做好的话。去到每个地方，你都会受到尊重的。像这一种 2.0 已经要推行了，我们的垂直无障碍，如果在台南市能够积极去推动的话，我想，长者也好，身心障碍者也好，
他们都会给你掌声的，而且相信你如果有成果的话，每一个人都有肯定市长的能力。启仲，你觉得吗 ？OK 吗？好不好？啊，这个老旧公寓要推动电梯哈，可能有很多问题要克服。对呀、啊，启仲，如果你俩无法都克服，把人会根本无法都克服，唯有你可以的。你是可以的啦，好不好？因为那不是单纯经费的问题。对啦，不是，我跟你讲，你没经费。我跟你讲，我去做了民调，很多的民众我家己出钱，但是你要协助我法令一些政策法令的配合。如果有人好，我会请公务局这边来研究了。对啦，你上次已经答应我说要做了，所以你赶快去落实吧，好不好，市长？来，那我们有看到哈，风灾已经过了啦，哈，风灾已经过了。我们看到这个照片。这是在上个礼拜本席去照的，哦，照片你看，这是龙路，帮一个赶快叫熊班，你看多危险啊，规条龙帮啊啦。那民众龙炳觉得说，他们出入真的非常危险，所以哈、哦，在上个礼拜我就查了为农业局喜安娜，为什么你的灾后的抢建那么的慢，为什么公务局会那么慢？那区公所，我找了区公所，区公所跟我讲说，我不晓得这个文工会当修缮了呢。哥哥，我赶快去找，我真的很用心的去找。你看哪局长，哥哥说这个这么好，对吧？侯昌义针对这个，就是他的就是一个就是灾防办的个负责人。我打电话给那个灾防办的负责人侯昌义，我讲昌义，那你问复建工程的预算中央到底给了没？昌义搞讲，哇，可以动了啊！结果我说怎么可以动啦、啊？啊，我们等一下那么讲的，一共可以啊，可以动了。结果才发现，其中多乌龙的一件事情。我们发生灾情的时候，他就各个局处去通报，跟各局处通报，各局处到了灾防。办的时候，他就送到中央，回来的时候也是从中央回到灾防办嘛，对不？刚才呢，结果回到灾防办的时候，既然哦，我们的灾防办无把这条文落实到各个局处，甚至区公所，我甲讲了第二天较快，我讲完的第二天才下去，他们才开始动，所以市长。这个侯昌义的动作，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大家都是在抢的呢。所谓紧急的工程，什么叫紧急？紧急的跟时间抢啊，赛跑啦，对不？结果中央的文已经给伊啊，伊跟在引导，的办公室，这种的参与是要安怎？这种公务人员怎么让人家值得信赖啊？所以这点特别借这机会给市长，你要管控一下，好不好？来，我们最近才讲的哈，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工程在进行，包括我们竹溪跟日溪新的就是整治啊哈。水利局局长，我们总共有三期，对不对？是，有三期嘛。是，现在进行第一期嘛。对，目前先就是在金汤桥上游的第一期现在进行。好，你觉得你对第一期的表现你自己满意吗？跟一桌这边报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单纯就是说同步进行设计。我问你满不满意你自己对第一期的规划，你满不满意啦？这个都是经过专业的顾问公司来做规划。你执行面你满意吗？执行面我们现在都争取到，陆陆续争取到经费，陆续在发包试作当中。单单一件事情，从我们的溜滑梯、竹溪的溜滑梯开始讲起。是溜滑梯，你在竹溪里面盖个溜滑梯，经过我们反映以后，哎，今天海浪哎，你们把它打掉，浪费公帑，这第一件。第二件，针对我们进水厂这个的设置，按从我们体育场里面的战车那个地点，大家反对，到我们现在你说的到我们金滩桥，就是竹溪桥那边。整那个地点，这个地点，你现在要把它改来这边，局长，你从开完会以后，民众常常打电话给我，甚至我到公园去运动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反对，包括我们大中里的里民，大家都很质疑，你今天你再不我来这个所在，都我就是体有着心脏，心脏地点，我一直有跟你讲，这是一个心脏，你把进水厂坑底下，第一。
你从我们的中烈池那边开始的水一直引到我们这一个竹溪桥这边，然后再从竹溪桥那边再回流过去，你会不会碰把原有的步道破坏掉？这是一点。第二点，你的进水厂所产生的一些污气也好，一些噪音也好，会不会造成我现在运动的人的伤害？而且我们大中里的里民都很的质疑，我要跟你那个局长，是今天本席再一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是要跟你讲一件事情，我是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你事先的功课没有做好。你事先功课没有做好，你所以才不了解地方上的需求，你才不了解地方上的现况、环境的评估。因为你不是每日在那行的人，你不是天天去，而且你请的这个企划公司是北部来的嘛，对不？北部来的哈。他们都有专人在。当然有专人的，他不要了这个按摩专人还奇怪嘞。我的意思是说，他是从北部过来的，我不是质疑什么。我在讲的，他对现况也不了解，所以你每次的工程设计下去以后，大概的空间，打了换底，本来是一个好的工程，因为你事先工作没有做好，后大概民众民怨四起，你也把溜滑梯打掉，进水厂一再的迁到这个地方，现在民众又有意见了，你要好好去规划嘛，你要事先做好嘛。你好，民众抗议了。你现在这个点哦，本席在跟你讲哦，你一定要好好的去面对哦。你不要仓促的决定，因为运动的人，运动的人，还有我们大中里的人，大家都有意见。局长，你不用跟我解释，你去评估来，然后再做决定 ，OK？ 好不好？然后再，因为我们未来还要进行第二期，来，上一张来，第二期、第三期。在第二期里面，提园区的周边改善，我们大概有1亿嘛，对不？好，局长，所以我希望，因为体育场公园是咱市民，咱台南的市民，包括本溪楼，我天天几乎都在那边运动啊。坦白讲，我几乎说，它对我来讲哦，就像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呐、啊。所以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对我们来讲都有感情，而且我们已经习惯了。重点是你要去规划，是希望把它变好嘛？干啥呢？所以你要多听地方上的心声，先做好事先的规划，功课做好，管听民意以后，我们再来好好的规划。不是你规划来后啊，仓促的规划，规划完以后要执行，崩的壁好，快个盖，崩的壁快个来一个变更，这样子除了工程的延宕之外，还会浪费公帑，还会引起民怨。首先啦，我跟你讲，你这竹溪日溪新案不是开始做议员，从我第一句话开始，南区第一条、唯一的一条乌龙江，就是我竹溪日溪新。我第一届议员，即阵我第一句话就是讲安尼。所以，这次来起掉担任市长，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很高兴，因为他有面对这个问题，包括南山公墓的规划。其实市长，我们对市长的期待很大，因为他有看到我们地方上的痛，地方上我们的需求。所以你行啊，你在等我们的第一期、第二期，你在规划的时中过程中，一定要跟地方上沟通，一定要深耕到地方。麦迪得一讲，第一期的时候就这样昏昏扰扰，一些问题产生。第二期的时候，一定要爱较紧去调查。你有跟我讲，我讲进水厂一定爱坑底，很主席你规定主席桥边啊嘛？你搞讲无法度啦，迄、那个中央较紧的，伊要较紧叫我决定定迄个地点。所以你这样的仓促，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认同，好不好？来。第三期生命园区，生命园区里面，这就是阮地方大家上界欢喜一件代志，嘛是市调列政见之一。其实迄阵阮的认同市调，你说有一些事情，是因为你是别个市调拢无讲的重点，就是你要规划南山公墓，因为南山规划南山公墓这个政策，是予阮受到阮地方上界。想个大的掌声啦，想个娱乐的啦。但是连任期还只剩两年啦，连任期还剩两年。
这两年来你要落实这政策，这些是我们地方睁大眼睛在看的，睁大眼睛在看的。而且在这个里面的这个案子，中央的案子里面，我们有这么多的钱，我们是不是可以配合中央的一些这个预算资源，好好的来做处理，好好的来做处理。来，起掉，来，你跟我讲一下，你见着南山公墓的规划，你有法度来这两年最快的、最短的时间把它落实？跟林议员说明哈、明年我们两个南山公墓的公园就可以完工。另外两个大概最晚呢、也是后年就可以完工。因为我在南山公墓沿那个中华南路遐周边，那征收了四个公园嘛，开辟四个公园。第二个呢，这个竹溪因为牵涉相当的广，所以我们经过几年的规划，一直到大概前一两个月预算呢才都到位。我们未来也有信心一起做下去的话，竹溪应该可以提供给我们南区的乡亲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再给一分钟做结论，一定要。嘿，你所说的，我希望可以去落实。是的，我想是我们地方的期待啦，是啊，好不 好？ 好。今天报纸说了，你下一次的接棒人，我希望你在两年，你这两年里面，你能够开个头。开了头以后，如果未来的接班人是真正会当用心伫咱个地方，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市长能够来接班，好不好？未来要接我班的人应该很容易做了。对，所以你一定要落实。除了我们各种计划都执行，然后像你说了，已经开了个头，那经费也帮他准备好了，甚至呢财政也比以往健全很多，所以下次的市长来接班，我希望是安尼啦，这是台南市的福音啦。我们希望能够苦民疾苦啦，哈，急民所急啦。OK， 这就是咱大家身为民意代表好，身为公部长好，我们必须要做的工作。所以今天很感谢市长跟一级主管，谢谢林议员。本席的总执行到此。好的，谢谢我们林美院议员的市政总执行，也欢迎我们旁听席林美院议员的所有的乡亲父老来旁听议会旁听哦，谢谢你们，欢迎。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赖市长率领我们市府团队的热心，谢谢新闻媒体的采访，我们上午的议程到此结束，谢谢大家。